我有油漆。 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，像是就想要逃跑。我与你就好像，该问的我都问了，你们别紧张。跟你谈过啊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哦，原则上我不反对。我警告你啊，不要再到处乱跑了。 要不然我只能找阿姨好好聊聊了。你威胁我？你竟然敢威胁我？还我威胁？好好好，走，去你那。别，我投降，我投降。不算威胁了。你逼死我算了。只要我活着，就不能浪费每一天，想做什么做什么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爱谁就。 什么片子呀？你也不告诉我。恐怖片。你想要吃爆米花吗？不要，请遵医嘱，杜绝一切垃圾食品。